想咧，你就先，我知道你好心急想彈喎，但我哋咧先睇下本書有啲咩彈先好冇？好。家姐，我想要細佬本手冊。唔記得咗帶。O K， 得好。咁搞笑咩？我寫喺本書度啊。好。好呢個先好冇，卡神好啦。好啦，嗱，要放鬆少少先啦。三隻五隻手指，我哋擺一人一格。是啦，因為我們擺錯了隔離呢就會彈多了一些音的了，不要聽的了。你要彈哪隻手指呢？你用個腦去想一想先。譬如我現在 你剛才是想動這隻手指尾嘛，即是 G 的音啦，那你就要、想我要動這個，那即是要起一起身再彈下去，那就對了，行不行？再來多次，起一起身彈下去，那這個就對了。跟著這個，跟著手指弓，跟住呢、這個得唔得？跟住得唔得？得得好，我咪自己嚟咯噃。Thank you.
下一首歌啦，你剔咗佢先啦。嗯。彈下一首歌之前咧，我想卡神幫我睇一睇呢一版。上一次咧，我哋做咗三個練習，係咪啊？呢三個係咪？你有冇揭開呢版嚟到去練習？有。Good。咁咧，今日我哋會彈埋呢個。如果你好成功彈到呢個咧，我哋後面我已經睇咗有一首歌好啱你彈。嗯。你識嘅一定，你識唱咯。嗯。係啦，就係叫做 London Bridge， 有冇聽過？學校冇玩過嗰個遊戲 ，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。唔知咩嚟嘅，下次有機會我話俾你聽點玩好冇？咁你有冇聽過呢首歌？有。都冇啊？有就再擠啲落水啦。有。有係咪啊？一樣嘅，不過一個中文一個英文咯，得唔得？嗯。OK， 好。咁咧呢一個我哋就用左手，唔係右手，你攞錯咗隻手。嗯。咁我哋由第一句 C 句開始 ，C B A 你自己彈 ，G 我會教你，好唔好？A 啦 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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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，
了喎，呢、這個新嘅音係 G， 係啦，冇錯啱。G 先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係 C， 呢個係 G，C 係邊個？係啦 ，G C G C， 嘉臣自己望住，呢、這個係 G， 跟住 C C。但用二手指，唔係用三手指。跟住 G G G B B， 用二手指。跟住 G G A G A G。咁呢一度咧，就係、是、後面嗰版 London Bridge， 咁但係我就喺呢一度啦，我寫啲嘢喺上面咯喎。等等啊，講好。下面這個叫做低音符號，是嗎？那麼Carson要告訴我低音全部這一堆音是什麼，剛剛還沒彈過的了， C 句、B 句、A 句、G 句、OK？ 那麼我可以讓你打開一本書讀望的，這裡有 C 有 B 有 A 有 G， 那分別就是這個第一音是 C 啦 B A G， 那好了，那我們現在玩遊戲了，這個是什麼音？這個是 C，第一個，我將佢擺過嚟先。呢一個係乜嘢？唔係 B， 冇錯。咁我哋就整個 B 咯喎。B 得唔得？好。跟住隔離嗰個，呢個擺過嚟先。你睇清楚先答我，我哋唔心急嘅。呢個坐好。坐好先，系啦，眼睛睇到噶嘛？呢個係乜嘢 ？A。你見唔見到佢？你見唔見到？放大啲俾你睇先。你見唔見到佢有條線喺度？咁係咩啊？A。唔啱。B。B 呢度同佢唔同噶。G 是这个、嗯、他跟他似不似啊 C C 咯 C C 没错好跟住这个是什么 E 这个是什么 ？C D 讲多次 D 唔啱。低音得呢几个音俾你拣，就得 C B A 同埋 G。G G 系呢个样，唔同噶。逐個睇，佢係咪 C？ 係。係？唔係。佢係咪 B？ 唔係。佢係咪 A？ 係。A 咯。A。得唔得？嗯。好，下一個呢一個。
係乜嘢？豬。豬即係呢個。嗯。一樣？你覺得？一樣。唔一樣。錯。你再逐個睇，佢係咪 C？ 點啊？係咪 B？ 點啊？係咪 B？ 咁咪 B 咯。嗯。又 B 咯，得唔得？好，再睇咯喎。好，呢個係乜嘢？B。B 嚟啦。隔離嗰個咧？隔離嗰個。D。C 定係 D 啊？你想講 ？D。唔啱。D。都唔啱。C。C。好，呢、這個就係上面嗰句。我哋完成咗上面嗰句先。好，跟住之後我哋呢度咧就有一個線嘅喎，將佢哋連埋一齊嘅喎。好，首先高音呢度咧，佢就係我哋睇下佢究竟係放大啲先。我哋呢一度，佢呢個係咁噶，先係向上啦。呢度向上，你見唔見到？跟住再向下邊行，得唔得？我哋攞呢一支筆啦，就我紅色。再咁，見唔見到？嗯。跟住再向下邊行，見唔見到？嗯。再向上。嗯。再向上。嗯。呢個係平嘅。嗯。向下。嗯。向上。係咁向上，咁得唔得？再向上。嗯。得唔得？得。好，放縮翻曬。咁你見到而家啲筆嘞喎，係咪？嗯。咁咧就係低音就係呢一 part。嗯 ，OK， 喺度低音嚟嘅，嗯 ，OK， 上面呢個就係高音，得唔得？咁、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試下彈咯喎，你將佢咁樣打橫埋，係容易啲睇啦。見唔見到？見到。好，啊呢邊我哋仲有幾個，我哋畫埋佢先，平嘅落去上去再上去平嘅，得唔得？嗯，好，寫翻 Carson 你個名喺度先。好啦，嚟啦噃，兩隻手一齊擺喺個琴上面先，嚇、左手都要擺啦，今次手指公就要 share 同一個音，呢度 share 先。好啦，咁高音我就唔講咯喎，因為高音 Carson 識噶啦喎，呢個開始。誒唔係，淨係呢一個，淨係呢個。Carson 呢個，呢個係咩音啊 ？D。咁你應該淨係彈 D 咯，淨係彈 D。咁跟住上去，落去，再落去，跟住用左手彈，左手望住先。嗯。唔係，你頭先答咗我係 B 嚟噶。嗯。B。得唔得？嗯。跟住。C， 左手的 C， good， 上翻去右手望住书，呢、這个，嗯，唔系右手嚟噶啦，右手嚟噶啦，系啦，跟住呢个就 hold 住三同四咯，嗯，佢加左手啦，望住书，你啱啱自己讲嘅 ，good， 自己讲。
降嘅。Good， 跟住呢一個去翻右手，右手 good， hold 住三四，跟住左手。今個禮拜有啲乜嘢要温習呢？首先就係呢一版啦。呢一版佢係第幾頁啊？你可唔可以自己話俾我知啊？好，你等等啊。第二十八頁。第二十八頁。嗯，係啦。咁咧就係 C B A G， 全部都要練習，知唔知道？然之後就係隔離呢一版後面嗰版，咁我哋黐翻張粉紅色嘅貼貼上去，就係半手，得唔得？好，咁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功課做就得啦，就係呢一版啦，呢度，佢呢度有一個紙嘅琴鍵啱唔啱啊？紙噶嘛，咁咧？佢呢度寫曬啲音嘅名字你啦，就係 C D E F G C B A G， OK。咁你一開始嘅時候就係由呢個 C 開始學嘅，先學咗好叻嘅右手，然之後我哋呢一排學嘅左手 C G B G A B。咁你咧就要試下將啲音畫翻喺五線譜上邊，得唔得？你識唔識寫字嘅而家？識寫字嘅，你知唔知畫啲圓圈啊、直線啊嗰啲啊？呢個咧就係畫一個扁嘅圓圈，咁我就會俾點點線你嘅，因為我驚你唔識畫。咁咧你就沿住我紅色筆呢個點點線咧，就攞支好尖嘅鉛筆畫。你知道鉛筆要尖，你先可以連到啲線噶嘛？係咪？太粗佢就會出咗界噶嘛？咁你而家你見唔見到我呢啲紅色線先？聽夠唔夠清楚先？好，咁你就跟翻佢嚟畫就可以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呢度每一個音，你可以自己諗一個名。高音嚟到講，你可以諗下呢一個 C。究竟有啲乜嘢嘅公仔似佢？呢一個 D 有啲乜嘢嘅公仔似佢？呢個 F 有啲乜嘢公仔似佢？或者可以畫喺條線上面。你可以喺我呢一本書呢一個紅色筆上面畫嘅，得唔得？你話哦，呢個好似喵喵喎 ，cat 喎，咁你可以畫個喵喵咯，得唔得？係啦。咁你喺上面畫，攞亂筆畫，知唔知道？好，跟住呢個係啦。好，係咁多得唔得？好，得湯。好，我晏啲 send 翻嗰個細佬嗰啲 notes 俾你啊。好。係啊。